最主要是说这个这个有机农场呢，我想我们真的要了一块地，这块地呢就是说它完全没有种植过的，是很重要。光做这个有机就农场就花了3年拿到认证，因为它没有受过污染啊，这些东西农药也是会吸到梗里面去，你吃还没有关系，你放火锅里面那个它的汤里面熬就变成农药汤了。所以这一点呢我都不吃，在一般吃火锅人家店我不清楚薏米的由来，我都不吃那种。饮食习惯有因此改变吗？因为这个农场有这样的身体。你们看我身材最近比较好一点了，这个跟这个跟着也有关系，还有我妈妈啊，这个过去这个，所以我们家在这方面就是在这边有了这个农场以后，我们也我们厨师啊用的材料啊什么东西啊，您吃吃看，真的，你没有煮过，你看甜不甜？所以起心动念就是说要有机的人吃，你要吃的稍微这个有人要拍走，哎，没有关系，我的形象反正已经没有什么，那已经到谷底了。这个能够台湾的这个这块土地，这农场，那种出来的玉米哈。你试试看，那个那就可以炼糖了，对，真的，你可以看到它糖分有多重。我是觉得说，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考量啊，做这评估啊，怎么样在农这个食品安全，我们希望做一个标志。它这块土地也好，只要你用心去经营，都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果。